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娱乐圈中出名的闺蜜团胡说八道会成员胡杏儿、胡定欣、胡贝贝、姚子玲、李诗华及黄之文等不时都会相约聚会，但过去的大半年一直都凑齐人，唯独欠缺黄之文。好多网友都问之文是否离队，又大半年没跟胡说八道会几位好姐妹相聚的黄之文昨晚终于归队。昨晚他们六位终于合体拍大合照留念，由原本五人闷闷不乐，直到黄之文归队，个个都即刻笑晒口。姐妹们更是齐齐在社交媒体晒出一样的照，胡定欣发文称你终于出现了，连两个孩子的妈妈胡杏儿也留到凌晨三时，还说终于齐人，聊到三点我要回家照顾孩子。